Say good morning.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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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d morning. Today is a day worth celebration. I have my Osmo charged for this. Excuse me. Shit. What is today? You can explain to everybody. I involve you in the conversation. What is today? Today is Friday. Shopping day. What? Did you completely forget? No, I didn't forget. But I already experienced it. So, for me, it's the first day. Yes. So, last Saturday, the government lifted all restrictions. So, we are shopping without the pampers in the face. Without pampers. 上个礼拜, face pampers. 葡萄牙的政策放宽了，那么就是去超市。这种就是封闭的场所嘛，也可以不戴口罩了。然后他就试了一把，人家确实没人管他了，就可以。就是现在戴口罩，就是完全是你自己随意了，就是自愿。你要是还想戴的话，也没人管你。但是呢，如果你不戴的话也行，就是放开了有点。所以我说我今天我想去见识一下。今天是这个政策开放以后，我第一次去超市购物，所以呢。我化了个全妆，因为不用戴口罩了嘛，所以说嘴唇也可以化了。今天带大家去看看葡萄牙超市的情况。现在在大马路上，就我们这个小城市，就很少看见走路戴口罩的人了，就基本上大家都爱咋咋地了。那如果说大马路上都不戴口罩的话，估计在超市要想再见到戴口罩的人，应该也不容易了。因为葡萄牙人他们整体的这个民族就是那种比较放松，相对一下就比较乐天一点，就 whatever 的那个民族。他们如果要是知道可以让他们不用戴的话，我想象中啊，80%-90%的人都会愿意不戴口罩。这疫情以来，我们周围的人，就我们葡萄牙认识的人，就是周围的人里头也有一些人得了新冠。然后包括你知道我小叔子在伦敦吗？他得了2回新冠，小叔子男朋友好像得了1回还是怎么样，就挺奇怪的。他俩住一个屋子，我小叔子他得了2回，然后呢，居然有1回就没传染给他男朋友，就他男朋友都没得上，那俩人住一个屋子，一张床上。然后呢，我婆婆跟我小叔子还有他和他的男朋友，他们三个是住在一起的。当时我小叔子刚得病的时候，我婆婆就以为完了，肯定要传染他了。然后他就跟他们两个商量好哈，就是他们两个去厨房做饭的时候，那我婆婆就躲在屋子里，等他们做完饭了，收拾好了，我婆婆再去，就是这样。但实际上他们除了就是把这个做饭时间错开，也没有增加什么消毒啊、打扫啊，没有增加这些东西。但是结果就是我婆婆也没有传染到新冠。最搞的就是我小叔子传染了新冠，他是怎么挺过来的吗？他连药都没吃，就自己在家里头喝点热水啊，休息休息啊，待了1个礼拜、2个礼拜，就经常天天测那个他的那个新冠那个病毒那个试纸，测好像是1-2个礼拜吧就好了，自己就痊愈了。所以我就想象，我觉得新冠这个东西可能它确实是。就像是一场很重的那种感冒，身体本身素质不好的人得了确实危险，但是如果这种身体本身素质不好的人就得任何的感冒，可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场危险的赌博吧，就输了有可能人就真的就没了。但如果你要是正常的情况的身体的话，可能就没有我一开始想象的那么狠那么厉害。你看他不吃药都好了，那就说明没有我一开始想象那么重吧。这不好说，你知道这玩意儿这个病就是这样，你好了你就觉得没事儿，那你要是没好呢，你要是人没了呢，那可就是，那我觉得呢，你家里天都塌了，那这个事儿可就大了去了。所以就是我也不敢直接下结论哈，但就以我看见的东西就还行吧，就我自己内心里对这个病没有那么害怕，就是觉得还可以吧。当然我是不想得了，尽量不得是最好的，但是得了的话我也不会觉得就是说就是世界末日了，那就吃药呗，吃点感冒药，或者自己在家休息休息，好好隔离隔离，尽量别传染别人了，对不对？别给自己都得了，就别让别人也得了，就自己有点公德心呗，就是顶多是这个样子。
Bricomarché。我们现在把购物分成几个不同的区域啊，这一家他们卖肉比较便宜，所以我们就来这儿买肉。然后另外一家呢，就是中古，他们家卖菜比较新鲜，我们去那买菜，所以现在就是乱七八糟乱买的。刚从这个超市出来的，这个超市它是差不多70%的客人呢是不戴口罩了，然后30%的客人还戴口罩，而大部分戴口罩的人还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我发现，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目前还都戴口罩，就算是、啊，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社会的小缩影嘛，这可能就是现在目前整体葡萄牙。就是社会的一个状态吧，应该就是大概是70%的人是不戴口罩了，然后还有30%的人还在戴着口罩。工作人员可能因为他们接触的人比较多比较杂，如果他们想要保护自己的话，可能还是应该戴口罩吧，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状态。第二家超市咯，这一家呢主要是买菜，他们家就是主要就是一个有机蔬菜的超市，他们也卖很多有机的其他的产品。哎呀，太好比哦，太好比哦。You too early? Five minutes. I get up at three. 好，那这个第二个超市结束了。这个超市今天菜不好，就是不是特别多种类。他们家就是这样的，他们的所有的这个供货商就都是咱们村附近的一些就是农民，人家地里长什么他们就卖什么。有的时候吧东西不是有点跟不上，有的时候种类也就要跟季节走了，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个季节可能是属于交接的那种季节，就是有些菜基本上都没有了，所以说他们家蔬菜最近一般般，就没买着啥玩意儿，买了点胡萝卜，然后买了点那个叫什么来着，那叫菜花，对。然后接着就是去我们最后一家超市，也就算是我们平时购物比较主要的一家超市，就是中国奥尚，这是法国的吧，法国的连锁超市，挺大的。原来不是，后来被他们买下来了，怎么的？哎，具体情况咱也不知道，别乱说。反正就是去那买点菜啦。我跟你讲，我跟黑狗出来买菜，我特别抑郁。他今天买菜像打仗似的，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像我这样的人，我愿意在超市里逛街，就是拿出来逛街那个劲儿去逛超市哈。就是这边看看那边看看，我当然不可能什么看的东西都买了，但是我就愿意看一看，所以说我有的时候会在超市花的时间比较多一些，但是我只要稍微磨叽一点点，就是没有去买我们一定要买的东西，他就会在旁边哐哐催人催我。他买菜就跟行军打仗似的，去了那儿之后买完了赶紧走，就一秒钟都不想在那个超市多待，特别郁闷，每次搞得我都心情不好，你知道吗？我本来想好好逛一逛。Bitching. I give you a dirty look, you bitch. You're bitching, yeah? You are bitching. I'm rushing you. Stop rushing me. Let me check my shit. You remember, I'm like Miguel. You are so fucking spoiled, Miguel spent 2 hours spoiled, in the supermarket. Let me see that, don't rush Miguel. Why are you filming me?Filming you. She's spoiled as fuck. That's what it is. Spoiled as fuck. Little brat.
Little Brat. No, so too big, right?Ocean, I'm getting really dizzy. Ocean, 搞定啦，买完菜啦，在中部里面就是差不多有70%，也差不多吧，客户群体啊，70%的人是不戴口罩的人。我感觉中部不戴口罩的人更少一些。然后他们这边的工作人员也不戴口罩，所以说就整体的感觉就是更放松一些。这几天我在练习烤面包，初有成就啊！现在面包烤的老好吃了，就在就是 Hugo 的眼里和我婆婆的眼里就属于就成功了，以后不用再学了啊，不用继续往上升级的，这样就 OK 了，就很好吃。然后我现在研究那个面肥的问题。就是自己在家里的欧那种肥，那叫什么呀，就在我们东北吧，这个东西叫面肥，就我小的时候才用的，现在都大家都用那个酵母嘛，干的那种，又方便又快。但是我小的时候，大家我奶奶那个时候用面肥，用了很多年，那玩意儿就是真的除了他谁也不会弄，然后也不知道下多少，然后也不知道等多长时间，但是呢确实是很天然的。所以我就看老外的那个视频嘛，他们就说 sourdough starter 其实就是咱中国的面肥，我看他们还有叫那个面引的，面引还是面引子啊，都一样，都一个意思，就是酵母菌嘛，就是大自然环境和那个你手里上那个面粉里头现有存有的那些酵母菌，你把它发酵成功了之后，拿那个去发酵其他的那个面啊，就可以做一些面包啊或者馒头啊之类的，这种就需要发酵需要有气儿的那种东西。然后我就发了，现在三四天了，成功之后我就拿那个去做一回面包，我看啥样。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发酸了。这两天天气有暖和的情况，但我还不是觉得特别冷，就是我还是觉得有点冷，就是手脚发凉的。我发现就是减肥了以后，这是一个问题。就我以前胖的时候吧，哈，我经常是冒汗的。我有时候觉得我是不是有问题啊，就虚啊或者怎么样，人家没咋地我就哐哐出汗。现在我倒过来了，我是别人都觉得挺热的，我还觉得冷，像什么手啊脚啊什么的，我穿的挺多的也不觉得特别特别热，也不怎么出汗了。现在那这个身体缺了一层脂肪保护啊，真是不一样。回家啦。What's up? We go home. We go home. 到家啦。锵锵。其实现在这么看，把它们都摆在一起的话就还行吧，量还可以，但实际上没多少东西。这些东西我们两个吃一个礼拜，加上狗的加在一起吃一个礼拜的菜。Release the Kraken. Release the Kraken. I'm joking. Release the dog.The pig. Ah, look. What happened? A piece. Oh, why? Why did she do that? I don't know. I don't get it. She's getting really naughty. Where is she? 狗在家里尿了一泡尿，她从来不干这个事儿。最近不知道怎么的了，疯了。她在哪儿呢 ？Dollar. Dollar. Where are you hiding? Are you hiding on your bed? What's going on? 这狗咋的了？Did you pee? Why is she? Look, she's hiding on her bed. Hiding on her bed?、Mm. Why did you pee pee in the living room? Who pees over there? Who pees over there? Eh? You. You shouldn't ask who, you should ask why. But we don't know why because Dollar doesn't speak English. Pig!Why did you do that? Were you desperate for a pee? 你是憋不住了还是怎么的？咱家狗其实特别能憋，有时候它能憋。我以前去医院嘛，它就在家待着，它能憋6-7个小时不上厕所。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它不是正常时期，它来例假了又，所以它就开始乱尿。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占地盘的一种行为。Very naughty.
Sit there. Sit there. Hoop is over there. Hoop, sit, sit, sit. Sit. Hoop is over there. Hoop pee pee over there. Eh? No. Hoop. Was it dollar? Dollar pee over there? Eh? Don't be shaking fucking ass to me. Don't you be fucking shaking ass to me. Bad dog. Bad dog. She doesn't understand. 你爹就是骂那两句也一点不好使，没有任何的力度，就跟玩儿似的，没有用。还是出去玩吧，还有尿吗？现在来出来尿一泡，别在家里尿。来拍一个 thumbnail， 看不到嘞。啊，什么地上有一个柠檬，坏掉了，这是被虫子嗑了。哎，对了。既然大家都来了，看一下我的顶吧，种菜的顶。这个顶是，那边是韭菜，就是韭菜冬天的时候全都死光了，然后不是死光，就上面就地面以上的它全都废了。完了，现在春天呢，它又开始长回来，长得还挺强壮的。但我当时因为没有经验，我把这边的有一些老根我给挖了。实际上后来我妈说我了，那些老根不应该挖，人家还能再长。还好我没全都挖出来，我还留了不少呢，就还可以吧，慢慢让它慢慢恢复吧，我就一时半会儿不管了。这里头这一颗呢，这个是一个小的那个 cherry tomato， 就是那种小番茄，小的，是我一次在就是厨房就是在超市买的一盒小番茄，就特别好吃，然后我就把它切了一半就埋土里了，然后呢在旁边埋了一颗鸡蛋，就是生的那种鸡蛋，然后给怼碎了，现在它就是长得特别的好，它就长出来了，自己长出来了。然后这有一颗，这是一颗主，这是大的，这个这是它先长的，第二颗是这个小的，有点脆弱，这都属于自然生长嘛，就是把那个厨房那些厨余扔到那个地里，它里头有籽儿的话它慢慢能长出来。然后这边有一些，这都是小葱，这是去年种的，剩下的籽儿啊撒掉到地里了，然后自己长出来。这边就是你看，这全是葱，这都是去年剩下的那些，去年剩下的底儿，因为我之前不种过一回葱嘛，然后我吃的时候我就不拔，我剪，所以它会有一些根儿啊什么的，就还存在这儿。然后呢，这个草莓也是今年长得就特别好，因为我在这个位置，就这个空白的这个地方，然后买了两颗生鸡蛋，也是怼碎了埋进去，然后它就可能营养比较够吧，今年，所以就长得特别茂盛，你看它往上长。然后这还有两个草莓。有红的这个趋势哈，现在已经开始粉了，这边还有特别多，能看见吗？然后这边还有，这些全都是草莓，这些也都是。这边也有，今年才测哈，应该长得不错，但是这个东西一般都是给 dollar 吃的，因为他这个自家种的草莓就这么点儿，确实不够吃。你像一次像我们两个人就这就是它全成熟又怎么样呢，也不够吃一顿的。所以说而且它还不是一同时成熟，它是分阶段的，一天可能就红一两个，根本不够我们人吃。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揪下来就给狗吃了，所以这个狗吧后来它只要一看见我走到这个草莓这个盆附近，它就往上蹭，它就知道有东西给它吃。就这样，这是今年的这个状态。行吧，那今天的这个vlog 就到此为止了，我要去收拾厨房的东西了，就是我今天又要做饭，要收拾东西，活儿比较多。就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走，今天的整个 OOTD。